来，1月23号哦，凌晨，三眼保育区。有民众夜晚闯入偷钓鱼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月光螺、螃蟹，哦，还有龙虾。我们看你很久了，哎，王仔，你对。那是清晨的时候，我们当地的我们的巡守志工哦，发现就是海边有这个有人在捕获，哦，在这保育区里面捕获的行为。那我们协同这个海巡哦，跟司法组，我们一同去抓这一个。这个好盗，这个非法盗捕的人员这样子，好啊，当下是在那边，从10点到凌晨5点左右，哦，在那边慢慢的收集证据，他才来去侦破这个，就他盗才完全把他的盗捕行为，好都录影存证下来这样子，哎，他抓了一些台湾龙螺，哦，还有几只龙虾，还有一些螃蟹，哦，还有章鱼，哎。那他自己怎么说？他是说几乎都是这样子的，都是说，不知道这个区块是保育区的啊，但是这区块已经运行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啊，哦，那都是我们当地的志工努力之下哦，才有今天这个资源，所以我们当地的志工哦都会很勤劳的在这地方做这个晚上做巡逻哦，来保护这区块的不被一些宵小分子哦来盗捕。